养金鱼了。倾盆大雨来得猝不及防，学生已经到校上课，却发现学校淹水了。彰化秀水一间国中，水都已经淹到脚踝，学生只能打着赤脚在走廊涉水前进。从清晨六点多开始的滂沱大雨，把准备上学的学生们全都淋成落汤鸡。我启动那个抽水马达，把水抽到校外。台中大肚同样被大雨轰炸，两名学生无奈站在路边，柏油路都已经淹水，加上旁边还有工程进行，只见男学生不断出脚试探水深，但想冒险走下去，不止怕有危险，两个人鞋子都得泡汤，踌躇不敢过。苗栗头份同样遭雨弹炸街，真实上演。我家门前有小河，门前庭院全被水淹，爸爸只能一手撑伞，背着儿子涉水出门。放眼望去，柏油路全泡在水里，水深一度淹过脚踝，夸张大雷雨，家长很有感。水积到膝盖那边了。雨弹狂袭，遍地淹水，学子们尽管有些狼狈，仍然无惧风雨，到校上课。记者陈胜伟、钟正贤、卢君远、陈志茂，中部综合报道。